已经是吸引了20年。有段排气管延长中段，我们将这个消音包移除，我来改成这个60mm的插派。我看一下这个原厂的消音包，我这个便当盒的消音包，我这个移除，用插派来做取代。啊，至于前方这个前段管啊，也已经改成直通的样式。哦，所以就是前段以及中段的插派，哦，都是直通。好，到尾段它是原厂。再来这个插派改装完毕之后，后来车主又考量又再来加装了这个阿玛的排气阀门组。好，现在进行阀门关闭。好，接下来阀门开启。